大众请起立，请合掌。礼佛三问讯，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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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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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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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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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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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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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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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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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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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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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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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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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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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
陀佛，南无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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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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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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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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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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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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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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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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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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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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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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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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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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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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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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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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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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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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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曾经呢，有位法师啊，分享过呢这样子的故事。当时啊，在中国有一间寺院的住持啊，他从小呢就出家，后来呢就当了住持，领导大众。那他俗家的妈妈一直以来啊，是没有呢来往的。就孩子出嫁了以后啊，就交给寺院，过后他自己呢也就搬家了。加上以前啊交通啊并不方便，所以很久啊没有见面了。直到最近啊，这个妈妈老了啊，现在一个人住，所以呢，当他知道啊，自己的孩子啊当了大和尚，哦，寺院呢又这么大，所以就去找这个儿子师父啊要饭吃。哎，你是我的儿子啊，你寺院这么大，养我应该没有问题的，我佛慈悲嘛。哎，没有学佛的人往往这样，没有事情的时候就不理阿弥陀佛，有事的时候才说我佛慈悲。但是呢，这个儿子啊，这个师父呢就说，寺院呢是十方道场的啊，不是这样子随便啊乱花钱啊给人家来吃住的。其实呢，这位住持和尚啊是在想着办法呢要度他这位老母亲，所以讲话比较硬一点。老妈妈听了呢就说了，哎呀，你是我的儿子啊，你还跟我这样子讲话，好歹呀，你小时候啊是我把你养大的，哎，你现在寺院这么大啦，哎，你就不管我啦。哎，这个儿子师父就说，你要在寺院吃住啊，办法还是有的，只怕呢你做不到而已。那老妈妈就问啊，到底要什么事情才可以吃佛门的饭呢？这师父就说，那你现在开始啊，你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我就给你呢一粒米。各位你没有听错齁，一声佛号啊就一粒米啊，如果说你今天只念一声佛啊，你就吃一粒米好了。如果你念一百声啊，就一百粒米啊可以吃，就是念多少吃多少，没有念你就没有得吃。这位师父啊，就给他老妈妈呢定这样子的规矩啊，老妈妈呢也答应了。其实呢，他也不知道啊什么叫做念佛啊，想到有饭吃那就行了。那这个师父啊，就派了一个人呢监督自己的妈妈，很严格啊，就一声佛号真的一粒米，要偷多拿一点了也不行，念一声人家就在老妈妈的碗里啊放一粒米。
那老妈妈一开始很不习惯啊，因为她从来是没有念过佛的人，所以一开始的几天啊，她念了一下子啊，就感觉很累了，她累了就不念啊，少念就少吃，所以老妈妈呢变得越来越瘦。寺院里面呢，其他人看到不舒服了，哇，我们住持师父真残忍啊，怎么这样子对自己的妈妈的，就一点人情味啊都没有。后来呢，监督啊老妈妈的另外一个师父啊就看不下去了，有一天呢就偷偷啊把这个米啊倒进去呢妈妈的碗里面去，就不等他念了，直接就给米。就这么巧，哎，好像电视的连续剧一样，你不做的时候没事，一做错的时候马上被人家发现。刚好住持和尚呢经过，他就喊了，哇，你在做什么呢，就不等老妈妈念佛就直接给他米。所以啊这当下呢惩罚呢这位小师父，当时大家看到啊就骂得更凶了，完了完了，住持和尚啊这么残忍的。但是呢也经过这一次以后啊，就没有人呢再敢呢破坏规矩了，要不然呢就会被惩罚。真的老老实实啊看这个呢老妈妈的念佛啊，就念一声佛号啊给一粒米。几年过去了，大家对这个住持和尚的做法呢始终也看不惯，但是毕竟呢是老和尚嘛，谁敢批评指正呢，只能呢在心里呢偷偷骂而已，哎，要讲呢也不敢讲出来。那没有想到呢有一天老妈妈呢突然呢、啊、在大家的面前跟这个儿子啊，就跟这个住持和尚说，哎呀师父啊，感恩呢你彻底呢度了我，我终于明白啊为什么说呢你这么无理的要求，因为我现在啊已经看到阿弥陀佛来啊要带我去极乐世界了，那里真好，哎，感恩师父呢特别的方法，我今天要走了。他这个儿子啊这个师父啊听到呢就很高兴了。结果老妈妈讲完就念了几声的佛号，当下就断气啊往生净土了。大家在旁边呢看到呢都吓到了，原来这几年呢、啊、都错怪师父了，这是师父呢对他的妈妈一种啊慈悲的方便。这就是唐人大师所讲的佛号宝珠。我们这句啊佛号丢在我们众生啊污染这边，每一声佛号都可以灭罪。所以我们看故事里这位老妈妈，她真的是一个污染凡夫众生嘛，她懂什么呢，一开始以为说寺院这么大，哦，我儿子的我可以呢白吃白喝了啊，就算过后念佛也只是为了吃饭啊，南无阿弥陀佛一粒米，再南无阿弥陀佛一粒米啊，念佛不是什么什么了生死啊广度众生的，就是为了吃饭，我现在天天要吃饭，所以用一声佛号来换一粒米，这就是污染凡夫，目的就不是这么纯正。但是毕竟还是有念佛，而且天天念，因为三餐饭呢总是要吃吧，是啊，三餐要吃饭，你要吃饭就要念佛，就怎么样呢，看宝珠名号投持左心，念念之中啊罪灭，就这样每天念佛吃饭吃饭念佛，结果罪灭了，最后阿弥陀佛来通知他接引他到净土去了，成就了。这就是典型啊不懂道理但是念佛灭罪的案例。当然呢我们看故事也要会看哈，不要说呢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啊就讲好我今天开始啊回家就不给我爸爸妈妈吃饭了，要我们念一声佛呢才给一粒米，哇各位啊你们这样子的话你们的父母啊会来找我算账呢，啊这个净本法师啊你叫我的孩子不要给我吃饭啊，那我就真的惨了。这位住持和尚啊是看准妈妈是为了吃饭而念佛，如果说你们的父母啊都不是这样子的，你就不能这样子模仿。现代的人啊你不给他吃饭啊，他可以打电话呢叫外卖啊叫 GrabFood 啊 Delivery 的，那你这个方法呢就不行了。讲这个故事啊是让我们知道佛号的殊胜而已，就说就算一个人什么都不懂，你想办法给他念佛呢就行，他有接触佛号就等于有救了。甚至有些人呢念佛只是为了求福报也不要紧，他能够用南无阿弥陀佛来求福报，这句名号自然慢慢会引导他。是啊一般人啊哪有说呢一开始念佛呢就会想到呢往生净土的，大多数的人啊都是先求现世的利益的。像我很早的时候啊小时候呢念佛一开始啊也是这样，哎，看到佛号能够消业能够满愿能够化解灾难就喜欢念佛，一开始看到往生净土啊那只是带过而已，那念久了就不一样啦，念久了自然就想往生净土，甚至认定说一定要到阿弥陀佛的净土，这就是先与欲勾牵啊后令入佛智，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自然呢它具有这样子的功能。因为我们这句名号跟药师佛名号啊跟地藏王菩萨名号啊是不同的，那些圣号跟阿弥陀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现在讲的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啊就是南无归命到阿弥陀佛那里，
这句名号自然呢、就会慢慢呢引导众生呢向着阿弥陀佛。所以呢，像有些人一开始啊念佛单单求世间福报，结果念着念着慢慢的他居然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到他的净土去了。你看刚才这个老爸妈的故事啊，其实就是一个证明，一开始只是为了吃饭就要跟阿弥陀佛去了。所以我们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真的是大宝珠啊，你放到哪里呢都放光。这就是我们啊常常的把重点放在念佛的原因。欧益大师说的，一生弥陀，无论解与不解，如染香人，身有相系，念念都是成佛真因。就说我们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不管我们对它的功能啊是理解还是不理解，只要念佛就能够得到利益。因为有时候啊我们真的遇到呢没有办法沟通的情况，好像痴呆的老人家，你怎么沟通呢？哎，我去关怀啊那些痴呆的老人家，我跟他讲西他就跟我扯到东，哎，甚至啊认不清楚呢我们是谁。你这种情况呢只能陪他念佛了。还有一些呢昏迷啊，甚至过世的亲人，还有动物，这些啊我们都已经没有办法沟通了，甚至啊我完全没有办法懂道理了。那、他们这些人怎么懂道理呢？哎，像动物啊、像蜈蚣啊、像蚂蚁啊，怎么听得懂道理呢？哎，你能给他开示，但是引导的部分呢、能够有多少还算不准。倒不如说我们重心啊放在佛号宝珠上面，一直念佛，因为呢只要念佛就有佛光，就能够消业，就能够灭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仰靠阿弥陀佛愿力，人人念佛，人人往生，人人成佛。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持久、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